你哪会敢再回家？你唔惊我表哥派人抓你哦？怎样啦？你讲了无唔对呢？小平真正来找阿辉啊！你手头的证据一定要藏好，绝对袂当让对方发现。我亲爱的水宝，你真无简单才逃走啊！那如果家己走得滑咧，你想要家己乖乖上车？还是你较介意，我甲你这双衫，你甲变成红色，这个上车。你不是一直想要知道，你高中那个犯罪集团首脑，七妹女郎到底是谁？恭喜你，你总算也当看到伊。你哪会敢再回家？你唔惊我表哥派人抓你哦？怎样啦？你讲了无唔对呢？小平真正来找阿辉啊！你手头的证据一定要藏好，绝对袂当让对方发现。我亲爱的水宝，你真无简单才逃走啊！那如果家己走得滑咧，你有对我这样旧情难忘啊？啊，拍死哦，拍死！我拄好尔，拍死哦！哎，超级救过！你是想要家己乖乖上车，还是你较介意我甲你这双衫，你甲变成红色这个上车？你不是一直想要知啊？你高中那个犯罪集团首脑，七妹女郎到底是谁？恭喜你！你总算也当看到伊啊！我停伫这个所在真好找哈，而且阿袂有业界的人发现来。啊！想怎啊？我落去看麦。哇！袂当回入去大悦饭店，因为入去咱就真正麻烦。爱公，你是完全甲伊抓走？可爱的狗狗，你带我来啦，我当变节动物园给你哦。啊！你不是那个拍照的曹鹏？哦，你唔敢看，代表你就是对不？曹鹏，别放心嘛，这下代志我会处理好的。志行，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